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我儿子已经五六岁了，还办不成。十年前他就联系我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妹，这样子，我说我想回家，这样我听到他讲回家有没有？就是，当然啊，一个人流浪在外面这样子，再怎么样就是要回家。直到我找到有心的人，陈一平先生，由于他多年来的耐心和好心，他帮助我从台湾获得了文件，才能办成工作居留。我有七个孩子，多亏了陈一平，还有机会一家人团聚了，让我的孩子有机会了解他们的根。就这样子开始流浪了。有几个下船那些的人，有几个中国人在里面洗碗啊、打杂的啊，那时候切菜的那些啊，就跟他们混日子，打工再说，先做一两年、三年就回去了。我说怎么回去啊？想一想，怎么回去呢？我又不知道要怎么弄。十年前他就联系我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妹，这样子，我说我想回家，那我听到他讲回家有没有？就是当然啊，一个人流浪在外面这样子，再怎么样就是要回家。开始办，没有几个月开始要钱了。我说好，没关系，小事给你，我给你。我算一算不对呀、啊，一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我儿子已经五六岁了，还办不成。他在这个十年当中，他就一直拜托我帮他办。姐夫后来他帮我办这个事情，他也办不成。我们台湾大使馆不给，就是他说小灿，porque no tres papeles， 有个谁？奥拉多，我说你跟他讲西班牙，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办公西班牙人嘛，跟他不知道讲什么。他说明天，他说啊，明天有钱。我说赚多，我说多少钱？他说七万块，满年了，我去银行拿钱，懂吗？我们又过去了，结果纸张也没有，纸张又纸张，我只有这么多。我妹妹不知道哪里认识的这个陈应平是吧？这个先生，他说啊，哥大哥啊，我运气很好，我碰到好人，那个很好啊，那个先生他帮我办你的良民证啊。他说那个先生，他说他要帮我办，真的假的？他说真的。5 6 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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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
我17岁就离开台湾，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家人和自己的国家台湾，我出生的地方。我在西班牙小岛已经有了40年了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能够工作的拘留文件，直到我找到有心的人陈一平先生，由于他多年来的耐心和好心，他帮助我从台湾获得了文件，才能办成工作拘留。我有7个孩子，多亏了陈一平，还有机会一家人团聚了，让我的孩子有机会了解他们的根。陈一平先生 Peter Chen， 你寄给我的文件我都收到了，也都办好了，谢谢你陈一平先生。听说你要选议员，我在这里祝福你，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能都帮他一下，就像他当初帮我一样。感谢大家。